韩国男团 RPM 出道11年，玉泽演倪坤晒旧照庆祝，引粉丝泪奔。玉泽演 M 倪坤晒旧照庆祝 RPM 出道11年，满满的都是回忆。 RPM 出道11年，成员倪坤晒完整体合影庆祝，让不少粉丝看了泪目。9月4日，倪坤在自己的 SNS 上晒出了 RPM 六人完整体的合影，玉泽演站在 C 位拿住手机，佑荣、李俊昊、John、K、黄灿盛、倪坤等人围在他周围，摆出各种表情和姿势。2008年9月4日 ，RPM 正式出道，很快就凭着独特的野兽偶像风格席卷歌坛。与其他花美男爱豆团不同 ，RPM 追求具有硬汉男性魅力的风格，以青春活力又不失性感粗犷的野兽形象，在歌坛开辟了新道路。